情变化都不一样。八月九月的话有银杏黄的，整片银杏黄色的景色真的很漂亮。十一月有云海季，那个四季变化，云海变化多端。你看刚刚下一场大雨，等一下就云海就出来了，也许 前一秒钟还出大太阳，下一秒钟的话就已经下大雨了。一年四季的变化真的是很多很多，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。我们的位置在南投县鹿谷乡，你可以从西头往三林溪的方向，这里是一个大轮山银杏林，从阳关进来就会看到我们的招牌了。老 K 的家除了提供最健康最养生的小火锅，还有焗烤类，还有我们自己研发的茶香咖啡，来这边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地方，欢迎你们来。